我们还是继续第七个英里，这是我另那个 EK， 这个函数是这个 one over square root two pi。那个 k 是那个 integer， 那 eikt 大家都知道，这是 Euler 的那个 formula， ikt 就是等于 cosine 的 kt 加上 i 的 sin kt。 那我们上次讲过，如果 f 是属于 L1 的负派到派的话，我们定义这个 Fourier transform K 就是等于这个1 over square， 我就这样写了，负派到派的 FS EKS 的Conjugate DS， 换言之就是 1 over square root 2 pi 负派到派的 FS E 的 minus IKT， 对不起 IKS DS、okay。 那我们特别如果那个F 是在 L2 的话，那么这个 Fourier transform 这是什么？就是 F 跟这个 EK 的那个 inner product， 就是这个 inner product。 那我们上次算了，我们定义那个 partial sum， Fourier partial sum等于它是等于这个，等于那个 summation k 从负 n 到 n 的 f k e k t 是吧？然后我们算，利用这个式子，我们算了这个，就我们知道 f n 的 f t。就是等于那个我把最后结果写出来，我不在那个二分之一的 A0 plus summation k 从一到 n 的 ak cosine kt plus bk sine kt。这里头那个 AK 是等于那个 1 over pi 负派到派的 FS E 的 cosine KS GS， 这是 K 是从零开始，然后 BK 呢，VK 是这个 1 over pi 的负派到派的 FS sin KS DS， 这个 K 是从一开始的，因为我们这里头多了一项 constant term A0、okay。 同时我们也算了这个，我们知道那个 Fand f， 对不起 ，sn t， 我写在哪里？这个是等于，我把这写成等于负派到派的 fs dn t minus s
ds 是吧？这里头这个函数 dn 是这个东西。这个 dn 是这个，这个函数 t 是等于这个，是等于那个 one over two pi 的 one plus two 的 summation k 从一到 n 的 cosine kt 是吧？而且我们算出来，这个事实上根本就是等于那个 one over two pi 的 sine。sin n plus 二分之一的 t 去除 sin 的二分之一的 t， 是。这是如果底下不等于零，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在积分里头这个只有康和伯格边是零嘛，是吧？所以我们可以不理它，所以我就写成这样。这个 dn 就称为这个呢，称为那个。所有这些啊，就称为第六些可能。可能。OK， 这叫第六可能。那，所以这个是帕学上是吧？这是帕学上。那当我们有兴趣的，第一个你要问的是，当 n 跑到无穷大，是不是跑到 f？啊，对不起，这个是 S， 它是不是跑到 F， 对不对？但是不，我们不晓得，所以我就把这个 series 写出来。我把这个 series 写出来，二分之一的 A 零 plus summation， 我就把它加到无穷大，所以这是 K 从零到无穷大的 A K cosine K。T plus VK sin KT， 我这只是 formal 写出这个 series 出来。那我们当然有兴趣的问题之一是 n 跑到无穷大的时候，就那个 series 是不是跑到 FT 啊？这是问题，但是我们不晓得，我们不晓得。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个 series， 我们就说这个。是这个 FT 的 Fourier series， 然后我把它写成用这个符号表示，嗯，二分之一的 A 零 plus summation k 从啊，对不起，这 k 从一到无穷大的 AK cosine KT plus BK sine KT， 我们就用这个符号表示。那这个就这个 Fourier 这个 series 就称为 F 的 Fourier series， 啊，这个 series， 这个是 Fourier series， 或者讲的比较清楚一点，这我这里出现的是三角级数哈，在三角函数，所以这个称为 Fourier trigonometric series。of f， OK， 那所有的这些，这个就称为 f 的那个 Fourier trigonometric coefficient， 然后这个 a 零 ，a 一是吧 ？b 一 ，a 二 ，b 二，一直是这些东西呢，就称为 Fourier。trigonometric coefficients， 但一般来讲这个不会对哈，这个我上次已经提过了，一个最重要的例子是那个 Kolmogorov 提出来的，就是 f 是 l1， 可以找到一个 l1 的方形，嗯，它的那个 Fourier series 是 diverges everywhere， 每一个点都发散，
那个是那个 Comagrove 的那个例子。所以一般来讲，这个当然不会对。所以我们求其次哈，求其次就是说，我看这些富瑞帕修上的那个密，切萨罗密，所以我在考虑切萨罗密。of 那个 SN FT 是什么？就是我把这个写成 sigma n，第 n 个 tesla 的幂哈。我这个不知道写的对还是写的 tesla 应该是这样对。FT 就是你把前面 n 加一个 partial 上把它。把它写起来，这是三面性的，k 从零到 n 的那个 sk ft，这个就是那个切沙罗的，那个这个 sequence 啊，你把这个 n 变了，我看这个 sequence 就是这个 sequence 的切沙罗名，对对，这个。那我们做相同的事情啊，相同的事情，那个，我说写在哪里？要我们做相同的事情，我现在练那个 put，fnt 是等于什么？是等于这个那个。我把这个整个再写，这把这个带进去啊，这个按照 kernel，这个每一个都有 kernel，第一些 kernel 写出来嘛，所以我把它写出来之后，它就变成这样，变成那个，糟糕，这个在哪里呀？One over n plus one 的复拍倒拍的。F S 这边是三面性，k 从零到 n 的 d k 那个 t 减 s 是吧？因为这个不管哪一个 k，这个就是 S K 嘛，啊。那我把这个就称为 over 这个 n 加一这个，我就把这个写成这样，写成那个复拍倒拍的 f(s)(fn)t minus s(ds)，我写成这样的意思，大家很明白，这个乘上这个叫做这个，是吧？所以我是要 put fnt，等于什么呢？等于这个 one over n plus one 的三面性 k 从零到 n 的 dkt 是吧？对。那我现在算这个，这个很容易算的，这个算出来是等于。你把那个 DKT 的 formula 写出来哈，然后你就算，就知道是 sin 的平方。我把这个写出来再说，二分之一 t，这个我这个为了这个函数嘛，乘上 fnt，这个就是等于 one over two pi。n plus one，把这个每一个这个 formula 带进来，这是三面性 k 从零到 n 的什么的 sin 的 k 加上二分之一的 t 是吧？再乘上 sin 二分之一 t。
因为，对不对？我这个很明白，因为那个 dnt 就是这一个，再去除那个什么，除那个二分 sin 的二分之一的 t 嘛。我把这个先拿过去一边，对不对？然后再两边都乘这个，不是就有这个吗？啊，这个很明白啊，这个我就不要再那个，这个只不过是明显的计算了。所以我把这个写出来，这个就是等于那个 one over two pi n plus one 的什么的二分之一的 summation k 从零到 n 的 cosine kt 减掉 cosine k plus one t。也是一样啊，你把二乘在这里，然后再除二，然后两倍的这个你用那个和差，是吧？两个相乘写成相差的，cosine 跟 sine 的，不，写成 cosine，两个是 sine 的，这个变成 cosine 的相减嘛，是吧？所以你就得到这个方面，OK。这个只是三角的那个函数的公式啊，我就得到这个。所以呢，它就等于前后相消，所以它就得到 one over two pi n plus one 的二分之一的 one minus cosine n plus one t。前后相消，只有第一项跟最后一项留下来，所以就得到这个。因为那个是也是一个 telescope 的那个样子，是吧？因此呢，它就是等于 one over two pi 的 n plus one。那什么呢？这个我可以写成那个二分之角的，是吧？所以这个变成 sin 的平方的二分之 n plus one。所以从这里我就得到 fnt 是什么，所以这个就得到 fnt 等于把这个除一除哈，所以它就等于这个 one over two pi n plus one 的 sin 二分之 n plus one 的 t，还有下面是 sin 的二分之一 t 的整个的 square。这个 fn 就称为斐乐可能。斐乐。所以你到这里头已经，我们已经很清，就是很明，就是一下子我们就得到两个可能，就是那个 Fn，一个是 Dirichlet 可能，还有就斐乐可能。那个这个斐乐可能跟 Dirichlet 可能最大的不同是什么？这个 Dirichlet 可能哈，你看它是这个样子，这个是这个样子。所以 n 变的话，这个是 oscillate，你就 t 在负派到派之间啊，你看如果 t 在负派跟派之间，这个当然是不这个是那个可能负可能正嘛，是吧？但是这个跟这相乘的话，这个 t 变符号的话，它也没变嘛，所以符号是不变的。所以它这是那个对称函数，对 t 也是对称的。但是呢，这个有一个，这个 n 变大的时候，它就会 oscillate，它会 oscillate。当 n 很大的时候，这个差不多是多少？这个是，不，t 很小的时候，当 t 很小的时候，
固定一个 n 啊 ，t 跑到零的时候，这个就跑到 n 加二分之一嘛，是吧 ？t 跑到零的时候跑到 n 加二，它是 symmetric， 但是它是这样可正可负，但是这个不一样，你看这个 fn， 这个斐叶科的呢，它是平方，所以它总是大于等于零。还有一个什么性质？你看。那个这个就是说，你如果是 t 啊，在那个 t 大于等于一个固定的数之后哈，这个绝对值大于一个固定的绝对之后，这个底下这个是一个 bounded function 是吧？bounded 假定 t 是大于等于某一个固定的那个 positive number， 所以这边是 positive。所以底下这一个，不管它，你这个反正是小于等于一个固定的数，是吧？然后上头这个顶多是一嘛，是吧？啥也不管的话都是一，是吧？所以这个平方呢，这个是一个 bounded function， 啊，只要 t 绝对值大于等于某一个 delta， 啊，大的，它就是一个 bounded function， 但是 n 跑到无穷大，它会跑到零，啊，它会跑到零。所以这个是它最大的那个不一样的地方，但是也是因为这个理由哈，我们可以证明底下这个定理，这个就是斐叶的定理，这是很出名的著名的，但是很简单，如果你比它深得早的话，是变成你的定理，不是它的定理。这个是斐叶定理，所以你可以看到这科勒是很重要啊，那个。那个 harmonic analysis 里头最重要的就是你要考虑是类似的可能，嗯，这种可能，这是好的可能，那种可能是比较不好的可能，所以那个就是相类似于这个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那个 regular 可能，那种的话呢，我们就称为 singular 可能，嗯，它比较不好，所以你要算这个。科勒说你要稍微当心一点，而且你要函数再稍微好一点，嗯，你才能算。但这里的话就不需要，这个是以后你会发觉类似的东西，类似有这种性质的科勒很多，嗯。好，我们现在看证明那个第一个是那斐叶科勒，哎，不是斐叶是，就是斐叶。斐叶应该是，应该是捷克哈，应该是捷克的数学家。Suppose，F is continuous。负派到派，and f 的负派等于 f 的派，换言之呢，这个 f 你可以把它 extend 成为那个连续的函数，在整个 Lie 那一上头，啊，譬如 two pi，then 这个 Cesario mean 啊 of the 那个 Fourier partial sums of f。这个要 converges FT uniform， uniform for t belongs to 负派到派，但这个 partial sum， 这个是某种 partial sum， 这是 partial sum 的 mean， 里头的函数都是 sine cosine 嘛。也是 p 的 two pi， 是吧？这个也是 p 的 two pi， 所以它如果是在这个上头是 uniformly converges to f 了，它整个 Lie 那上头都对，是吧？对。我看我把这个 proof 写到那边来好了。
你这个从那个，哦，有一件事情啊，我忘了提，这个这个积分呢、啊，你看哈，不管是这个积分或者是那个 Dirichlet 啊，在这里，当 f 等于一这个函数的话，其他那个它的那个什么，它的那个跟 EIKT 哈、啊，负的 IKT 的乘起来的积分只有第一项有，其他都是零，对不对？其他都是零，嗯。所以呢，你马上可以知道，这个负派到派的 d n t minus s d s 总是等于零。哎，不，对不起，总是等于 one。嗯，总是等于 one。同样道理，这个也是一样。嗯，对，所以这个很明显，我就不理，就不要再那个，你们自己去看看这个。还有呢，f n。t minus s 的 ds 也是只要都是 one，不管哪一个 n，嗯，所以我用了这个哈，我就得到这个，写出来，就是 sigma n 的 f t 减掉 f t，这个就是等于什么？等于绝对值的负派到派是吧？f s 减掉 f t f n t minus s d s 的绝对值，OK。为什么？因为这一项积分是这个嘛，是吧？那这个 Ft 这是对 S 而言，它 t 是固定的，S 在积分嘛，对吧？对 S 积分，我知道这个积分起来是一嘛，所以 Ft 可以写成这个的积分，是吧？是这么来讲，所以我就得到这个。那这个是小 a 等于，我把这绝对值拿进来，负派到派的 Fs 减掉 Ft 绝对值。乘上这个绝对值，但我知道这总是大于等于零，是吧？我知道这总是大于零，所以是 f n 的 t minus s ds。好，那我要证明这个 converges to 这个 uniformly for t，就是我要说 given 一个 epsilon 大于零，只要 n 够大，跟 t 无关，只要 n 够大，这个 f n f t 减掉 f t 就要小于 epsilon。是吧？这是 uniform 的意思，所以我要找一个 integer，只要 n 大于等于那个这个 n 啊，大于等于那个大 n 啊，好吧？就是我找一个 integer 大 n，这个总是对，不管哪一个 t，啊，这要小于 epsilon，嗯，总是小于 epsilon。所以我现在就 given 那个 given。epsilon 大于零，对，随便给一个 epsilon 大于零。我知道 there is delta 大于零 such that 我把这个写出来，欢迎 either。S 减掉 t 小于 delta，哦，S 减掉 t 大于 two pi 减掉 delta，就只要这两个里头有一个，嗯，we have 这件事情，我把这个写出来，we have f。S minus F T 小于
我已经知道 F 是 periodic 是吧？2派，我画个图啊，你就知道。我画在这里好了，这是零，这是负派，这个是派，是吧？这个 F 在这里头是 uniform continuous，因为这个是 compact set，是吧？所以呢，只要两点接近的话，它这个值的差就小于0啊，你可以找到那个 delta，或者因为它是 periodic，所以或者是它们够大，一个在这边，一个在这边，这两个相减够大的话，那它这两点，这个跟这个相差，你看在绿的那一上头也是小于 delta。我再 repeat 一次，f 在负派到派上头是连续函数，而且两端是一样的。两端是一样，所以例如是这样，是吧？两端是一样，两端是一样，在这里是 uniform continuous，所以我把它 extend 出去，它在因为它是 periodic，所以在整个 R 上都是 uniform continuous，对不对？uniform continuous，所以你把它换成在整个空间的话，只要任意两点相差是小于 delta 的话，我就可以找到那个 delta 了。那么这个相差就要，不，对不起，这个小于0。只要两点相差是小于 delta 的话，它的函数值的差就小于0。那我现在把它分成两个 case，一个是它们都落在这个里头过小，或者是够大，两个相减够大，像大于那个二派减 delta 的话，你把它。例子把这一点移到这里来说，两个相差就小于 delta 是吧 那个时候它也是函数值相差等于0，所以这个就是我这里所写的，好，那我现在就假定你我这个就没有仔细写啊，但你当时说 delta 大于零，我找的它够小。delta 够小，因此呢，这个 sin 的二分之一 t，这个的绝对值就是什么？就在这个 delta 的外头外头这个是一个 positive number，是吧？那这个我底下这里写的这个就对，我把线路把它写出来，然后我现在另那个。我定 m 是等于什么？等于那个函数值的那个 maximum，就是 maximum 的那个什么 t 属于负派到派的 ft 的，就是它在这个负派到派上头函数值的 maximum，绝对值的 maximum，所以这是一个固定的 finite number，也就是固定。那我现在说。There is n 那个是一个 positive integers，such that if n 大于等于 n，we have 底下这个，我把这个写出来，就是 sup。的 t 减掉 s，这是大于等于 delta，或者是小于等于 two 派减掉 delta 的什么的 fn t minus s，它这个就会小于等于 epsilon over 八派。乘上，为什么取这个？你等一下看就知道。那个，在这个中间，你去看哈，在这个中间，这个 sin 二分之一 t 的绝对值是大于等于 sin 二分之一的 delta，对不对？所以那个是一个固定的 number，
固定的人嘛，它大于这个。那其他的这个我知道，只要 N 够大的话，它就可以跑到零，是吧？因为我已经讲过了，它这个我把它写出来，就是在这个中间呢、啊，这个是小于等于，我把它再去看，这个是小于等于 one over two pi n plus one， 这什么呢？最大的时候，这个是 sin 的二分之 delta， 那这个是 sin 的二分之 n plus one 的 t 是吧？的平方。OK， 这个整个平方哈，这个是一个固定 number 在底下是吧？那这个是都是小于等于一，所以这 n 大的时候它就要跑到零，所以我取到个 n 够大。多大呢？就是大于到某一个这个 n 之后呢，它就小于这个数，这个总是可以办得到。好，那我们这个证明就差不多了。好，那我现在就来算这个哈，算这个，那个 sigma n。ft 减掉 ft， 我刚刚已经算了，它是小于等于小于等于这个。那我现在把它分开成两部分积分了，一个是那个 t 减掉 s 小于 delta， 哦，就在这个 domain 里头哈 ，t 减掉 s。是大于 two pi 减掉 delta， 这什么呢？的 f s 减掉 f t 的绝对值 f n t minus s d s 是吧？另外一部分不是在这里头的，就是这个加上另外一个是 t 减掉 s。那个是绝对值哈，是大于等于 delta， 小于等于二派减 delta， 啊，我把它分成这两块积分 ，f s 减掉 f t，f n t minus s d s， 在这个情形，这个小于 delta， 小于 epsilon。是吧？在这个情况，这个小于 epsilon， 所以这个呢是小于，我把这个小于 epsilon 拿出来，小于 epsilon 乘上什么？乘上这个在这里的积分，但这个总是大于等于零，所以我把它扩大到整个积分是一，是吧？所以我就知道它前面这部分是小于 epsilon， 后面这一部分加上。这个不管怎么样，这个两个相减的绝对值总是比两个的绝对值加起来要小，是吧？这个是三角不等于四，所以它这个顶多是多少？二 m 啊，这个顶多是二 m， 所以这个加上 two m， 我把它拿出来，two m 拿出来，然后呢，积分 over 这个 delta。t 减掉 s 小于等于 two pi 减掉 delta 的这个 f n t minus s d s， 但是我刚刚已经讲过，在这个中间，这个 supremum 是小于这个，所以这个是整个是小于等于 epsilon 再加上二 m， 是吧？二 m 乘上epsilon 八派的 n， 再乘上这个拿出去，再乘上积分从负派积到派嘛，顶多，所以再乘上二派，是吧？再乘上二派，所以结果是多少？这个啊，
我等一下，我那个数字我用哪一个？我这里应该用二分之一次了嘛，这比较简单一点，当然也无所谓了，反正是无所谓。不过在哪里？我这里用一次，over two，好不好？这个是一样哈，就是我本来对一次取，我现在对二分之一次取那个对了。那这个是二拍八拍 two m 是吧？所以这个消掉，所以这边就有一个二分之一次。那这原来这个我说的是，这个事实上是二分之一次哈，二分之一次，所以这是二分之一次。再加上一个二分之一次，所以右边这个是一次，一次。所以意思就是说，不管哪一个 t，这个两个相减呢，只要这个 n 够大，n 大于等于我刚刚取的这个 n，这个，那么呢，这个相减就会小一次，那这个不是就是它 combo 就是 uniform 嘛，是吧？对。所以这个就是斐叶的那个定理。有了斐叶定理呢，我现在就我就说这个 EK，K 属于 Z 啊，这个 family 是一个，这个 EK 是这个哈，我把这写了回来，EKT 这个函数是哪一个？是 one over 这个 two pi，那什么的 e 的。I K T，就是这个 family is a also normal basis。for L two pi 到 pi。这个几乎是明显的，到现在来讲，为什么呢？那个我们已经知道啊，那个连续函数 with compact support 在这里头，是在任何 LP 只要 p 是小于无穷大，是 dense，对不对？这是我们前面的那个。我们讲的那个什么地方，就前面的定理啊，我们已经讲过，continuous function with compact support 在 LP 任何一个 LP，OK，我把它写出来，proof，note，that，continuous function，the family。我就这样写啊，C C Omega，这个就是等于所有的函数 F belongs to C Omega，Omega 是个 open set，我等一下再写，在这里头，然后呢，它有什么性质呢？那个 support of F。is compact
in omega， 啊，在 omega 就是 compact set， 这个不是就这个我们所说的 continuous function with compact support 吗？我们知道这个 is dense。In LP omega，LP omega 的意思就是，你考虑的是这里头 measure space 这里头的那个 the big measurable set， 然后那个 measure 是 the big measure in Rn， 啊。T 是大于等于一小于无穷大，然后这里头 omega 呢是在 Rn 上头的 open set， 是吧？Okay. 我们知道这个是 dense， 但这个 space 跟我只考虑负派到派是一样，是吧？这个就是 measure 零的有这个好处 ，measure 零就两点端点根本可以不说不理它，这个跟这个是一样。第一件事情，那这个是这个。And L2 负派到派是等于什么？跟 L2 的负派在 open interval 上的这两个是空间是一样，是吧？因为这个函数只差定义只差两点嘛，是吧？这是一样。好，所以既然是这样的话。我任何 continuous function 如果是两端一样的，那它这是 subspace of 什么？我刚刚原来的这个 lemma one 是说，那个只要函数哈是连续在两端是一样的，所以现在这两端都是零的，那它已经在那边 dense， 对不对？我再举一次啊，所以这个是 implied continuous function 啊，我这样啊，我就直接写 ，hence， continuous， the family，the family of。All continuous functions F on 负派到派 with the property。Is dense in L2 那个负派到派，但我已经知道这就是 L2 的负派到派 cos interval， 对不对？因为这些函数包括了那些有 compact support， 嗯，我在听。这个是函数，这里头的函数是什么样？是函数这样，就是在负派到派上头是零，但是其他不管啊，是这样。这是这种函数，这种函数包含了，它是 with compact support， 就是它在这个两端的附近是零，是吧？两端的附近是零，中间我不管它，是吧？我再提一次啊。就是所有这样的函数，连续函数，在两端是等于零的，两端等于零，这种函数，这个 family 包含了什么？包含了那个所有的 continuous function with compact support 在负派到派，对不对？因为 with compact support 的话，在负派到派的话，就两边一定是零嘛，是吧？ Okay. 所以我知道这个 family 包含了所有的。Family of continuous function with compact support，
但那个小的 family 在 L2 里头，副拍到拍是 dance， 那大的 family 当 dance， 是吧 ？OK。那就完了嘛，因为我们这个斐叶讲，他怎么讲？斐叶讲是说，那个 sigma n f t， 啊 ，sigma n f t， 只要 f 是这种函数，啊，这个是特殊情形嘛，这个函数，它就是由 sigma n f t 那个 converge uniform 到它，但是你想 sigma n t 是什么东西 ？f n t。每一个 partial sum， 那个 Fourier partial sum 都是什么 trigonometric function 的 linear combination 嘛？它的命也是嘛 ？OK， 所以这个不是 imply 那个什么，所以这个 imply 这件事情啊，就 imply 那个 the family of all linear combinations of all linear combinations of trigonometric functions, of functions， 但是这个是哦，这个是另外一种说法，就是那个 linear combinations， of e i k t 是吧？所以不，那个就是 e k， 这些的那个 linear combination。是 dense， is dense in L2 full pi 大派，是不是这样？因为这种啊，这种东西啊，每一个这里的函数都可以找到这个 linear combination 的那个 uniform limit， 它是 uniform limit， 然后这个是那个负派到派是 finite measure， 它 converges uniform 一定是 converges in L2， 是不是啊？ OK， 所以任意在这样的函数哈，就满足这些的连续函数，你总是可以找到一个 family， 就一个 sequence of linear combination of 这些函数。它 converges to 那个函数 in uniformly into in L2， OK， 所以 in L2， 那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说所有的那个 linear combination of the trigonometric functions 啊，或者我们知道 trigonometric function 就是这些嘛，可以写成这些的，那个 family 是在那个什么？是在那个 L2 里头是 dense， 那这个意思是什么？这个意思就是这 EK 所组成的那个 E infinite， 就是什么？就是 L2， OK， in other words， 我把这段写出来，这个你们回去自己想，就是这件事情就是这个意思。In other words， 等于这个是什么？这是等于 closure of 那个 EK 是吧？就是等于 L2 full pi 大派是吧？我再 repeat 一次，你任何这里头的函数，这些函数。我总是可以找到一个 sequence of linear combinations of 这些是吧？它 converges uniform 到那个函数，它 converges uniform 的话，就是它 converges in L2。OK， 那意思是什么？
所有的这些函这种函数呢，在这个 family 里头是 dense， 对不对？是 dense。但是这些又在 LP 里头是 dense， 说特别在 L2 里头是 dense。所以呢，所有就是 finite linear combination 都在这个里头是 dense。那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些所 generate 出来的 linear space 的 closure 就整个 L2 嘛，是吧？所以我知道这个 family 有这个限制，就是它所 generate 出来的这个 e infinite 就是这个函数，就是这个空间。那这个不是就表示 ek 是它的那个 normal family， 那个 also normal basis。好，我们休息一下。